谁结婚的不贴？主要是剪短的嘛，都是剪短的。小队一样拎起。拎起来，剪完以后落下来比较有，没有那种很重的硬件条。连接的时候呢，也要同时间要跟前面的头发进行连接。这要玩手机的出去玩啊，不要在这里玩手机啊，不然影响到我。简单的把手指捏出去，打完交了，把手指捏出来，打完交了，越。所有头发全部往这边拿，中间的位置是不是就比较长？对对。再从后面开始，一边的角度其实往上拎一点，做一个斜前的。底线位置比较虚一点。然后角度慢慢降低，一片带一片。继续，继续保持。
到上面，区域就分宽一点了。最后两个面交接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个角？是的。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角磨掉。再转过来，老拳老拳。
配比。你们两个人要聊天，出去聊。这样的话，这一块，完全就轻了。切口够不干净，整个线条够不流畅。之前剪完都不怎么检查。啊？之前剪完 就收工了，不检查了。自己的控制不好，三十块钱吧。拉高。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没学过，一个基础啊，系统吧。就这样剪完以后。出问题，那我就告诉他怎么去找到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整个后面就会比较收，会把头型收得很窄一点的。所以短的话，我们都是把头让它变小一点，让头变大。然后刘海的部分，我们从一侧的黑眼球开始。你刘海喜欢吗？刘海。一色的黑眼球，这里一色的黑眼球，用个小的三角区设定一个斜的刘海。
把学的招式再给他合并在一起。
师，我一直不理解这个剪这个内角是什么意义。更服帖放下来看就舒服。发际线这里的头发就长得比较生长会比较杂，它会跑来跑去嘛，对吧？所以我们来给剪掉。它是覆盖在里面的吗？对呀、啊，覆盖在里面的有没有多大影响？剪掉它有空间感，但是外线会有影响吗？会更加有，里面没有影响，但是外线会有影响。相当于也是就像去量一样，可以理解为去量。为了好看，但是脚去完以后是不是比较柔一点？是的。你剪那个平头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两边的脚去掉？它剪圆头为什么要把两边的脚去掉？把里面去掉是不是就柔了？把里面去掉，它会比较流畅一点。剪得好看，中性的那种，对，就跟你们，其实就跟你们剪这个男生女生的那个头发是一样的，因为男生堆积的点都会偏高一点，女生堆积的点会偏低一点，嗯，是的，是不是？那你会发现男生你不会把那个堆积点放得很低吧，对不对？不会，都会把这个后面的堆积点都放高一点，但是女生你如果把它剪高了，那就比较中性一点了。你看一下这同样的这个头发，这个重量线是不是很低啊？真的，你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重量线后面还是长的。但是如果我把重量线把它抬到这里，你看，你看，抬到这里，中性的，是不是比低一点要看上去更个性感？是的，就算我们高的话，有一点就会是一种斜坡的，我不能说好不好看，我只能跟你说，你的重量线越高一点。越高一点它还是得有点往下走的，但是只要高了它就代表着比较中性，低一点就代表着比较中性，这种。
你想问一个，你想问的是不是比水平的稍微再低一点？不是，就是自己不知道手跟自己显得不一样，剪着剪着这个地方就觉得感觉会有一种硬性一样，就被平掉了。那是重量线吗？哎，没到手进去的感觉。重量线那是因为你角度拉了吗？那是还是你的基本功的问题吗？再回去练一练。好嘞。哎，他那个后面不是后面有一个，那上次我剪错了，我知道你说的点在哪。你看一下这个头发，如果把它微微烫一点点，就是比较好看。是的，很湿吧？对吧？好像这个他一个准头剪也漂亮了。可以啊。啊，可以啊。真的可以帮你烫一下，稍微烫一点点，真的。你如果要烫的话，这个长度已经够了。烫的话，烫一个弧度就好了，又不烫卷，这个烫。就是你就算烫一个弧度，它头发也会变短。会变短。那感觉肯定不对了。对。如果要烫卷的话，可能往整体的长度，我就要把它放长一点。可以烫那种，就是那种棉花烫刘海。这个没有啊。有没有那个膏状的药水？膏状的药水 有，但是没有那个棉花。棉花，那棉花怎么样？棉花它爆血。棉花没有，我们只有杠子。杠子也可以啊，反正就这个地方没那么油，我们把头顶烫点纹，烫点弧度就好。烫好看你，大家不要找我。可以的，可以的，找我就好。你烫？我经常烫头发，我不会给他烫卷。先拿到头发的话，就十五分钟就搞定了，真的。烫卷了就找你麻烦，这个很麻烦。这个锅要耗子背，连我背。那等一下我剪完一会儿不要烫。好的。好吧。好的。因为今天烫头发，但是烫头发之前一定要做功课，还是得看，锻炼好。老师，那个前面部分，如果说我把两侧的整体长度放长，然后刘海可以变多长的吗？这个方法可以剪波波头，可以啊。怎么了？不要动。我波波头有这样剪过，我这才800。然后那就这样，我用这个方法剪，要是不能剪，我就随便随便。不能低到位，要不然出场也可能。所以说，我肯定是你来这边喜欢这个事情。他的头发厚是吧？厚啊。感觉学到不是很多，这姐姐的发质很直，皮又有点弧度。这个头发，短头发剪完以后，重点就是我们后面的修饰。是的。
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厚。对。这是什么？这就是连接头发剪完的效果。连接的头发，第一个很厚，第二个容易产生重量线。如果今天是用到不连接的方法去剪的话，那这种感觉就不会出现了。为什么不用不连接？为什么不用不连接？先教你剪。不连接，你们在房里剪的。今天这个头发主要是剪给你们没有上过系统课的人看的。好的。这种短头发剪不连接，对于你们的要求控制能力更高。这头发天天剪。因为剪不连接，我就要从后面开始一点点点往前剪。那个方法太难了，控制不好两边很容易剪对称。我真的觉得剪不连接快的。对，剪不连接快。你看我了吗？剪不连接长的话，短的话还是慢。我是可以穿那个毛衣吗？
要怎么办？后面修饰。前面剪结构的时候是给发型给你自己看的，现在修饰的时候是给客人看的。因为你一旦动了吹风机吹干那一刻，客人就已经开始慢慢在观察他的头发。对，你湿头发时他不会观察，只要你把头发吹干了，他就开始观察了。一吹干他就问我这样子吗？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我现在做的这一套动作。还是重点。我说那个只是毛笔，把遮住吧。哎，老师，他这个整个修饰的过程是不是只需要把发梢揉平？对。但是就是这个发梢揉回一下，你们。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套动作，要么很多人都搞不好，要么深，要么浅，要么深，要么浅。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就是你们做不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觉得简单啊。我之前有个很形象举的一个例子，你看武打动作片的时候，那里面的主角一个人打好多人，你此时此刻你的脑子里也在想，我应该也可以。对，这种怎么可能呢？你们没有这种幻想过吗？看没有，这么多人打一个怎么能打得赢？最终肯定要被打死的。幻想是多强烈。看了都简单，做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难。进去的。一些东西啊，那个三 D 的，立体打吧。你们这种怎么线条上的？立体打吧。
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修饰完的，完美的，高级。这边是没修饰的，要厚的。看到了吗？哎，老师，为什么你不用牙剪呢？我没带牙剪。不就是全程你今天就看，就昨天那个打包了一下。我该用牙剪的时候，自然会用牙剪。没有，我的意思是，这边人头发少了些吗？啊？就这边人头发要少了点吗？不是少一点啊。是因为他的头发我不需要用牙剪，那你觉得厚吗？这样剪完？啊不，就是不，他的头发不是很特别特别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个还是没有。这个就是跟你们烫头发一样，干用什么东西的时候，自然会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干用的时候，我就不会用那个东西。因为打保险打出来的头发不够自然，怕太有规则了。就此时此刻这个动作，有很多人都做不好。就这一个动作，就这一个动作，很多人做不好。他有可能第一下怎么，他夹都夹不住。确实，很别扭。说在这里，这个炫技也好，还是怎么样，搞得太复杂也好，这个动作就代表着你们平时在拉发片的时候，你的控制能力，这就是你的控制能力，拉头发的控制能力。但是这个头发确实搞得好耶，你这个动作也搞得很专业哦。我上台就上台就细腻。专不专业先抛在一边，我们先不讨论，只是我们就是学院里的老师剪的话，老师剪的话跟学生剪的话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做的会比你们精致一点。确实精致，是的，就这个区别没了。所以之前跟你们说的，我们同样一开始做东西的时候是先能不能先做好，大家都一样，如果都没学过的话，你们比拼就是先能不能做好。那我要跟你们比拼的就是在你们也能做好的情况下，我也能做好的情况下，我要做的比你们精致一点。等到你到了我这个也会做的比较精致的时候，那我就要做的要比你们要快。同样这款头发你们要用半个小时，我十五分钟要把它剪。Thank you.
完了，你们的作业还是在一起。可以再听听看怎么办？我说今天晚上去别的店，一夜一夜去的吗？真的喽，体验一下。非常好，对吧？两点。这一个动作我也是学了很久，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待着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外剪头发，哎，我就觉得这种剪头发的感觉挺好，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模仿，一直在模仿，一直在模仿，一直在练，一直在拿奖杯练。确实这个挺难。控制力。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家里面爸妈做饭，你为什么能吃出来？吃出来两个人不同的味道，一吃就感觉这是你爸做的饭，一吃就是这个饭是你妈做的饭。你们能吃出来？调味料不一样，对，调味料不一样。不是，调味料都是一样，家里面调味料不就是那么多？加了多少不一样？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火候，掌握火候的是那个大小。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牛排有三分熟、七分熟？味道不一样。还没染好啊。一点点无所谓了，长的话在里面看不到，剪完以后再弄。兄弟，发根要生硬，下面就能录。发根什么？发根吗？对。那你快点啊！像它这个，这一块的头发厚，特别厚的。那我的打薄剪就，那我用扁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得用到打薄剪。因为他这个头发跟昨天那个很像，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块。啊。电话都没找
小叔，你这控制力太牛了吧？啊，我是不敢这么剪。为什么？我到这个。那我觉得切菜那些刀师傅，我觉得挺厉害。嗯。那不看着你不觉得他很厉害吗？是不是？还有那些那个编那个竹篮的，你在抖音上面看过没有？拿那个刀削了个竹子，就也不看，薄薄的那一层，靠的是什么？每天练，每天做，控制好刀肚的那个力度跟那个长度，他要不然一下子就干到手了，对吧？你看那个削竹子编那个竹子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就是一边在跟你聊天，一边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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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切菜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他也不看了。肌肉记忆，豆腐上色。我们这个跟人家那个比，相差太远了。我觉得那个厉害。对吧？不是很溜溜的，是不是？这个刮到在脸上，在你来回蹭啊蹭啊蹭，游龙是吧？哎呀，没，你不觉得厉害吗？那个更厉害，还可以边吹牛边刮。对，他就破相了。一切都是在他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还有今年的这些奥运冠军，你想想他们多厉害，是吧？你会发现到最后，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征服别人，征服。
不到一分钟。那你觉得那些奥运冠军会想着我怎么走捷径吗？能拿到奥运冠军吗？搞好关系。在中国国内踢足球可以，踢足球就可以了，能踢这个吗？你再过两年，再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再过两年踢足球也是这个。以前我相信，但是现在我也相信。但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今年的游泳就是个例子。所以这就是在国内讲这个人情世故。但是你没发现你现在跟你小的时候人情世故是不是变得那么淡了一些？现在我买什么东西，我最讨厌找熟人。嗯，对，陌生人好。最好是陌生人。陌生人拉你一把手软大马褂。走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比方说家里面亲戚有人做这些东西的，我都不喜欢找家里亲戚。所以你看发达国家他们就是怎么讲，你看你比方说你看现在学徒的，以前我们还给师傅打扫卫生啊，洗鞋子啊，对不对？听说都有洗碗啊，你再让他们搞搞卫生，搞搞那个东西，对吧？现在是，现在助理会跟你反映是搞好关系吗？不会。对，现在时代变了，一点点在发生变化。现在也不顺心就走。啊？不顺心就走了，现在。可以啊。现在人很讲究精神上面的需求的，因为情绪价值，因为利害关系太小了，所以说对人情世故就不大。啊，但是利害关系大的时候，人情世故还是很多，条件不一样。啊，没事没事。现在助理为什么知道人现在讲究情绪价值？寂寞。空虚，那个跟焦虑，这确实离谱了。钱少，哎，小易，昨天拿的那个假牌子。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能吃苦，没钱，是哪能穷？就是穷。解决不了温饱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温饱问题解决了，又开始讲究经济价值了。现在我们助理拿3000，他爸给他6000，骂他两句，他妈都走了。
抽烟比我抽的好。在说什么的？对啊，没想到你们这一批怎么这么苦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人造的，那人就是能学会，只是你有没有钻研，你要足够钻研的话你应该是能学得会的。剪短做一下是最好的，就短，因为烫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增加热，感觉怕烫老气。对，因为比如说我剪得很好，那烫完之后，形体就不变。形体不变，但是人会看起来卷就会老气啊，烫狠了呗，就有岁月感。这就是多做一下，一定不要冷静。一定要做人家觉得好，你不要觉得自己很赚钱去做这个，不行。就我是为了增加业绩，你要不要看好？是不行的。你要是看觉得剪完就年轻了，染一下就最好了。那你说烫一下，烫个弧度。我现在姐姐需要烫个弧度啊，头发比较直啊。那我告诉你啊，应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说法。今天如果是烫发老师来上课的话，他一定告诉你。这个头发一定是必须得烫，然后人是有分辨能力的。剪得这么好，
价格是问题。但是，剪发不是一个意义的产品。想要做客单价高的，那你剪发价格就要高，所以你会发现高业绩的反应是一定是它的剪发价格变高了，它的烫染价格就高。而且所有的高业绩真正能做到30万往上的，它一定不是研究怎么烫的，还得是你要怎么剪头发。就是纯练习了，对吧，老师？明天啊？啊，对，还要看我剪头发。确实也不对，那看太多了，很容易脑子太乱了。你们正儿八经的都没搞明白，你们来学校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的目的是你们剪，让老师去看你们出的问题。你光在这里看，你在这里看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看，不是一样的吗？这一次我正算是明白了，下次再也不报课了。下次就在各大直播间看。看是看不明白的。再拿客人的练手。Thank you.
老师，你这手也太厉害了吧！话说再试吗？没有手回春吗？你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这个弄完造型，我是不是感觉又变了？是的，是的，看时尚了。所以直发有直发的感觉，卷发有这个卷发的感觉。姐姐，那你再想一想啊，如果这个头发里面再做一点点漂染，是不是感觉又会不一样了？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形体、颜色、头发的质地发生变化的时候，整体就完全都会变。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就搞定了，没问题吧？行。你要拍照吗？你们要给他拍照，可以站在那里拍。然后休息五分钟，肯定要拍一个。放着就拍。好。你们要拍就让姐姐站在那里拍，不拍就让她走了。拍，抱着拍。这句话很有意思。对，哎，妹妹。站在这上面坐一下啊，颜色不重要，我没有颜色很热的，知道吗？老师被你踢，你说我这不对，我在提升你的格局，心胸。你看看。
我等一下自己开，你没开吧？我开了，开了，没关系，我电脑关了。直播结束。来，过来。
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文字理解都能理解的就好，最喜欢高启帅了啊！这个我要好好看一下，我的客户群体都是这种年轻客户群体。刚才你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做的比较滚。不知道什么蠢，反正就是什么样的客户群体都有。刚才你就。这个我要好好看一下。总共有十几个客人，对吧？有三五个短头发，有三五个长头发，有三五个年轻的。晚上不是要动手吗？晚上剪几款？我们今天下午啊，三款。今天下午两到三款。我们剪啊？对啊，那还不快呀、啊？那得到四点。不用。
是要保留它本身这个最后剪完以后的长度呢，差不多是在这里边。逐渐放大。所以这一块，我就做了一个90度的趋势动作。这也手机版的嘛，因为它反量比较少，如果反量多的人，我就提拉到这里来对吧？
吉拉的前面跟吉拉的侧面有什么区别？当然区别了，区的量量感不一样。上面再分分三十怎么样？再分三十，分到耳后吗？我先分好，等一下我给你讲。第二区看一下啊，我们分到哪里呢？分到正好发际线啊，这个后面这一块，这一块这边，对，这一块的分区啊。如果还是有第三区的话，你看正好这里的宽度，我们尽量确保就上面跟下面的宽度尽量一样一样，明白了吧？就是这发际线，你看这块不是斜的吗？嗯。最好就是分到那个最斜的地方。那反正上面多少宽，下面多少宽就行了。嗯。不是上面多少宽，下面多少宽。就分到，你如果分到这一块的话，这里就会有一个角啊，对吧？对。所以不要再往后分，就尽量就分到这个，到后面去。一直问。那上面还是会宽一点，下面还是会窄一点。对，那没办法。上面的区域本身就比较大，尽量就行。说的尽量，尽量。可是你会学习啊，我老是忘了理解不的。好，现在好了。这一区头发往前靠，靠到这一片。看一下，是这样的。哦。这样的，不要这样子了。它是一，往前拉一条线。一，不是第一片，这里，头发你前面，头发怎么往前拉一些？然后这一层的头发，蓝角区，你看这里是不是之前剪的红色？嗯。对吧？这样。放长，再到三十，这里多少？后排，剪掉一点。两指三指都行吧？三指左右，四指也可以，五指也可以，六指也可以。这非常低层次。
放的越短是不是层次越高嘛？对，可以。看看吧。这一切都放到我们全部往上面。上面是剪平的，对，小平。前面这一句是圆弧形的，这一句是平的。为什么剪平呢？放长啊？放长，放长。啊，那个是下面的长。对，我要把下面的长度要把它放长。那有些客人不愿意剪短的嘛，那就再放长。等一下，脸周围的这块头发是不是有点断层的？对，吹干完以后，刮一下，还刮一下。在哪头？在我这里的刮，动不动就刮一下。然后后面，把后面头发一分为二。姐姐，大方面。头发多了，那你就得分三个，对，分给你去。往头顶这边去吧。还是靠向第一边吗？尽量往前面拉。直接这边引导线，再放长两道板，再放长。这个不连接是谁发明的？你呀、啊。我知道，遗嘱都不会。后面层次再高一点，就跟前面连接，就不用放长了。你放的长，就后面代表的层次低嘛。所以，我剪的这些头发，其实后面层次都是比较低的，是高的。高的是脸周围感觉是高的。边缘。甚至我后面这一区我都可以不剪了。这个就不要放了，直接连接就好了。两边是一样的。把它搞定了。这样。剪这个身高还得高一点，不然你整一下。身高也能整。有钱必须什么都能整啊。鼻子能变，那身高你觉得能不能变呢？皮肤够长。好了，买单。这个头发也比较适合烫发。电不连接。
所以脸型长的人，他烫卷的话容易。
最好看的。是的。主要是长得好看。这头发肯定可以烫啊。你烫不了。这个为什么不要卷卷的方式啊？都要卷的。我说卷的，卷的就是要用打薄剪的。卷的我不好剪啊，我不好点啊。我亲自给他推测。没毛病。我还以为这个方式。是不是要烫一烫？我在上海没有新鲜感，重点重点啊重点啊，就来来去去就是那几种。所以发型师，你首先第一个先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当你解决温饱问题，这些潮流的东西做多了，每个人都会做。那你就要去做出跟别人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不要只会那一个。所以不要想着客人的忠诚度有多高，当你满足不了客人的时候，该把你替代的时候，还是会把你给替代掉。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嘛。Good luck.
让你下次去找买一个烫的时候，他过来跟你说你这个头发剪坏了，惨惨淡淡，他说头发怎么惨惨淡淡？怎么长长短短？欢迎老客人，我剪一半剪下来。他这种头发要烫的话，肯定要用到缠绕了，从根开始，从发梢卷到发根了。下面的发尾，如果是想要保留长度的话，这样子去剪完以后就不多，就结束了。对，然后它的发尾，我把它剪掉一点，发尾是不是要剪掉一点？你自己知道。嗯，可以。下面发尾头发太粗了，低一点。太吧。把吹直的看一下，好，确实要吹直，这样看，看。
出来。Thank you.
你刘海是不是刚剪的多久？
从中间取一小板点，设定好长度，然后斜上去。做一个斜的，刚刚讲，你在这吗？我站着。嗯，我要站着了。你这个墙很重要的。嗯。那个墙很重要的。我只是想多学一会，许多学点东西。你会难道我就不能会吗？对，马老师总不会了。牛逼！但是很多人不会，很多人这样滑完以后，边缘这一块组织还是连接不是特别好。对，是吗？是的。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角度不对吗？是因为你们把角度拉得太高了，太高了，你应该要把角度降低一点，这样子。哦，我一下子通了。你的笑好像质疑老师的技术啊，兄弟。这一块的原理跟我们先前前面减震理为什么角度拉低的减的原因是一样的，角低拉低的减，因为边缘性的整个非常干净，干净，角度拉高减，边缘性这一块的整个非常虚。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又造不会了。
微建议一下啊，就是回去给客人剪高层次，如果想要体现出这个高层次的话，尽量找那些头发粗硬的人、头发多的人去剪，细软的人脸周围的层次体现不出来，因为太软了，没支撑力。对，它没有支撑力，支撑这个层次很脏。这个气软还是好剪，剪出来有这种松散的感觉。那他们回去自己剪啊。气软的话怎么会剪出松散的感觉？从松弛感过去。要让他们回家自己剪。不打理的不给他剪。剪头发必须要烫，不烫的不剪。他妈的，你店不消费个几千？真的，我们店烫头发不要钱，剪头发只要1900八。1900八的小点往哪点？没不点。你包括了一下，真黑呀！赶紧看这个层次。啊，它这里会不会破？这里后面不用做连接了吧？那后面。我好不容易剪不连接的，又让我把它连接啊！最下面，这如果头发比较厚的，假如说我在现场当中遇到这种情况，这里觉得有点厚的，哪包呀？我怎么不配合？这个中下段对吧？1/2下面这一段，想也有一点层次感，是不是也要再角度提高一点，再去个角？深根基础。那你看东西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不生根基础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个造型解除的跟高院长一模一样的感觉吧。小日本，没见过小日本的高院长，没见过，小半截的高院长。哎呦，2点了，该干饭了。他不是就是因为如果打湿发点应该也很好看，必须要打。
打湿化饼之前要打三点水吗？真的假的？湿润那是很假的。你得中医做助教的。好呀，太完美。老师希望你能剪得这么完美，才是老师最开心的。老师剪这么完美没有用，天天剪。真的。是吧，老师？说的挺有道理的。确实啊，那就跟我每天剪一样的，那天天剪没感觉。说的好，我不傻。就是你站起来了，看一下。这一下从年轻变得有气吗？今天结束一下啊。天天吃肉也吃不下呀，顿顿吃可以吗？可以。我看他们鼓掌。有内涵的感觉。好了，你们该叫外卖到的，该吃饭就吃饭了啊！下一次开始动手了啊！人家排队了。好了，直播，拜拜，再见。哎，我们上。